สิ对不起，我今天在忙，没有好好陪你。还好检察官没有下令羁押，要不然小静该怎么办？冠军，你在找什么？我刚刚有跟小琴的妈妈来照顾她，可是没有看到人。我一到啊，就没有看到她啦。妈妈今天状况怎么样？好像会抓抓我的手哎。我觉得根本就是有人不希望小琴好起来呢。爸。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是谁今天一整天都不在的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天真的有其他的事情要忙，我一定会多花时间照顾小琴啊！你不要担心啊！不要担心，小琴跟你多久了？每天过这么苦的日子，你还把我的心肝宝贝当助手使唤，让她过度操劳生病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可是小琴跟冠军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如果他真的关心他的话，就好好的照顾他，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儿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小声一点吗？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外面都听见了。你如果觉得对不起我，没有好好的照顾他，你就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看老天可不可以可怜我，还我一个女儿。跪下。哎，那个化疗让我的脚都已经肿成像腿了。我来帮你按吧，我来按。那一凡，谢谢了。哎，冠军跟周琴他们两个那么相爱，冠军干嘛不娶人家啦？他们已经偷偷公证了，只是还没有前办婚礼，所以没有对外说。妈给你。哎，你给我放在这里哦。哦。给他洗完手吃。妈，因为备给你的餐，你有没有吃完？有吃几口啦。你只有吃几口？嗯。你这样免疫力会下降，没有体力要怎么动手术啊？哎，你放心，我有补药。什么不要？就那边那罐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上次周晴她开刀之前啊，她带来的。她说吃这个体力会很好，很有用。可惜，为什么好人都没有好报啊？原本好好的一个人，被医院整得这样半死不活的。哎呀，她真是一个好女孩。哎，周琦，来坐下来聊天。你在干嘛？哎呦，我在梳头发。你看看，掉这么多头发，哎呦，梳的心里好发麻哦。这给你。这什么啊？这是我妈老同事推荐的补药。嗯，说是对癌症病患修复细胞，还有平衡自由基很有用。哦，好像也是人家以前的经验，用过的人都说好，所以我妈要请人拿给我。哎，这是给你的，那你还给我？没关系啊。我很快就要开刀了，你可以先试试看，如果有用的话，我再请我妈带给你。一定有用，你看你头发还这么多，这么漂亮。真的吗？对呀，我要漂漂亮亮的，不然冠军到时候嫌我怎么办？他敢嫌弃你，我揍扁他。好，揍扁他。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啊？我拿东西给丽玲阿姨。啊，那你们接下来要开刀会不会紧张？有一点。哎呦，超级紧张哎，紧张到高血压都发作了。不用紧张啊，周小姐，你报告出来了，你来跟你讲一下。
阿姨，我先去看报告。哦，有用再跟我说。好好好。啊、哦，他一定很想穿美美的婚纱，和冠军结婚。妈，不要扯开话题，你这样真的不行。在医院就应该要吃医院开给你的药，这样乱吃药是要打屁股的。而且，送你药的人已经违反了《药师法》第28条第二项，无药师资格者不得贩售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念了。好好，我不吃我不吃。一凡，你赶快把他带走了。我是跟你说真的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啦。哎呦，那少爷喜欢手吃吗？哦。冠军，小晴今天还好吗？还是一样，一直昏迷啊。我真的觉得啊，这个开药一定有问题。我就最害怕手术了，这个手术门一关上，谁都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。你觉得有医疗疏失吗？我是觉得一定有啊，阿凯都搞不到根据啊。不是有病例吗？你可以跟医院要周晴的病历啊。就说那个病历来，我都看不看都看不懂。找专家看，文仁哥应该有认识的专家，可以问问看。谢谢啊。你再雕花送给他哦。小晴说，他最喜欢看我雕这个玫瑰花，还说哦，一起开店的时候，我雕这个。就是一大卖点了。学料理就是这样子，很多事情就是要中规中矩，然后把它做好，一样转过来，就像这样子，就接触这里，就开始转弯，把它定住，就把它展出来，就像一朵花，好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认真点。来干嘛啦？赶快啊！看你变出一只鸟，我就回去。在钢琴，看我这个格子那么热。快回去啊！不跟回去，你不回去，我要怎么种花、啊？那我回去工作。嗯。你要送我花、哦？好啊，如果变得枯萎的话。加油！你也加油。好。